爱奇艺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明星微信值班员许魏洲，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和大家打招呼，感觉还蛮新鲜的。我的新专辑《The Time》也已经和大家见面了，你们喜欢吗？这里呢要给大家推荐15分钟的疯狂，也就是《The Time》第一篇章中的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忘了我吧》。这首歌呢，千万不要在晚上听，你们听了就知道了。最近呢，我也在拍摄《爱情进化论》这部新戏，这是我的第一部电视剧作品，所以呢，我自己也非常的期待这部作品。最后呢，我也要谢谢白粥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喜爱，希望未来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。想了解我的有关资讯吗？关注爱奇艺，我在这儿等你哦。